成员华莎以独特风格和大胆个性闻名，最近在粉丝见面会上再次展现她极致的粉丝服务。一位粉丝近日分享了一段影片，透露华莎在直播时向粉丝征求意见，询问粉丝们她应该穿什么服装参加见面会。她一一记下粉丝的建议，甚至认真地写在笔记本上，其中包括一些搞笑且天马行空的选择，例如辛普森睡裤以及婚纱配婚戒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华莎信守承诺，在见面会上完全履行了粉丝们的要求。她穿上了粉丝点名的各种服装，如学生制服、离婚律师打扮，背上会有龙纹身的造型，甚至还以一身完整婚纱亮相，搭配头纱、捧花和戒指，让现场气氛掀起高潮。华莎的创意与幽默展示了她的诚意，获得粉丝和网友大赞。